听呢首歌之前，你未必识我。听完，你可能会想嚟识我，你会想识我，又或者你会憎我，想打击我。不过无论如何，我净系想你记得我系边个。俾支笔我写歌词，我写咗几万字。俾支麦我 rap， 我好写意。我叫做 SIXWING。SIXWING 星 One Two Three 齐话声，星六嗌六 wing。今次唔明唔紧要，只紧要下次我听得清。农夫嘅前身就系一队乐队叫 System Map 啦，就嗰阵时好，有一啲好流行嘅揾 band 友嘅方法咧，就系去个信和。有一間唱片鋪，那個老闆叫死神，好有型的，好長頭髮的，跟住專門穿背心嘅啫，無論佢幾凍，佢都係穿背心，永遠都係露出兩點咁樣嘅。間鋪頭嗰度咧，好似喺門口啲玻璃嗰度，就可以黏一啲紙仔喺度，你自己黏嘅寫低，咁啊貼喺度。我就話我係一個主音嚟嘅。即係我中意 rap， 我想試下玩 rap metal， 咁啊黏喺度，即係過咗好快就已經有啲人打俾我，咁就於是乎就有咗 System Map 嘅基本隊友啦，阿鼓手阿 Kelvin 啦，有阿 bass 偉仔啦，同埋阿吉他佬阿慈啦，因為其實我同陸永係一路係中學同學，都一路大家都中意聽呢啲音樂噶啦，有時候交換啲唱片。咁樣就一齊聽下咁。總之就同阿思君跟佢咁樣就，佢話佢揾到啲人咯喎，大學生嚟嘅，因為我哋嗰陣時中學生啦。咁又話揾到啲大學生去一齊，咁咪好咯，咁咪去結，咁咪就係咁容易嘅啫。陸永一入嚟咧，就我哋已經係開始創作歌曲啦，即係就唔係淨係玩 cover 歌啦，唔係寫一啲 System Map 嘅歌，跟住一路玩一路玩落去咁啊。就好好彩，贏咗一個叫當年重要幾標籤性嘅一個比賽，嗰、那個叫青少年樂隊比賽，咁我哋就成為咗嗰個樂隊比賽嘅冠軍。我記得好似就直情喺嗰一日，咁我哋就遇到一個咁嘅一個老細咧，佢就想喂，其實你兩個係咪真係？好好中意 rap 噶，咁你哋唔試下做音樂，不如你哋淨係兩個自己做隻 rap， 咁咪幫你出啦。即係當時得一個學習對象啫嘛，就係 LMF 啊嘛。因為 LMF， 我哋就聽到啊，原來即係廣東話你都可以 rap 到出嚟嘅咁。但係 LMF 係佢比較即係又憤怒啲嘅，又行啲嘅嗰啲嘢，即係勁啲嘅咁。咁我哋嗰陣時都首先係因為我哋係鍾意柔情啲嗰啲啦，一嚟二嚟就係我哋又唔係好憤怒嘅人，咁當然初初都要扮憤怒嘅，即係以為咁樣就係唯一嘅出路嘛。咁尤其是有另外一個我哋好早期好鍾意都係 rap 嘅組合，又係我哋一個好好嘅學習對象，就係軟硬天師。咁我哋就嗰陣時就諗啊，我哋可唔可以係用一個比較輕鬆嘅歌詞去，可能係講一啲比較嚴肅嘅題材咁，又係揾啲志同道合嘅人咯。咁啊，識咗阿 DJ 立筆 ，DJ 立筆咧同我哋有一個好大嘅品味上嘅相同咧，都係我哋好中意日本嘅一對組合 M Flow 咁，佢又會 rap， 咁佢又有人唱咁樣嘅。
咁我哋就其實都係偏向中意嗰一類型嘅 rap 歌咯，柔情啲啊，舒服啲啊，就係因為中意 M Flow， 所以我哋就決定，不如揾一個女主音就負責唱啲歌，我哋就負責 rap 咁樣。咁就揾咗阿 Gigi 啦，咁就於是乎有好初期嘅四個人嘅農夫啦。嗰陣時冇而家咁容易製作到音樂嘅，就喺 DJ 立筆嘅屋企個廳嗰度，咁我哋就插兩支麥喺度唱啊，喺度 rap 咁咯。咁但係都幾開心嘅，即係佢阿媽就唔係好開心啦，成日俾我哋咁樣嘈住佢。咁一上到去佢就將佢台面嗰啲咩生果盤啊、紙巾筒嗰啲咁啊掃走曬，咁啊擺咗個碟盤喺個飯台嗰度博嘢啊，捽捽捽，我哋喺度噏嘢。咁佢阿媽仲好似有出嚟話做乜鬼嘢啊？你哋咁樣，仲要即係佢都幾犀利嘅。其實招呼兩個唔識嘅人上嚟佢屋企，推冧曬嘢就喺度噏嘢咁。咁噏噏下，我哋發覺即係三個男人即係噏嘢咧，就有啲齋。尤其嗰一期我係聽嘅 hip hop 啊，或者 rap 咧，好多有個女聲嘅。咁我哋喂，不如揾個女仔。咁同樣都係唔知點樣喺度邊度揾咧，揾到一個叫芝芝嘅。就是元祖農夫的形成。我記得我在一個 DJ 比賽上面認識他的，他們做表演嘉賓，我就在 Galaxy 做評判，他們在台上表演的時候我都已經很留意，感覺是完全很不同，因為那時當時我已經是 LMF 的成員，即 LMF 是即直接是罵你的嘛，他們呢好像有少少是叫潤你，即其實他們用了一個很婉轉的方法，但都點醒你。咁跟住完咗比賽之後，佢離遠兩個行埋嚟，思君同劉永各自介紹自己，咁講握手、笑笑口，嗰、那個印象好深刻嘅，真係好深刻。俾掌聲他們來。來到兩隻手就扭啦，嚟緊我又聽啲詩，你點點頭，我話 one two three， 今日 one two three，yeah one two three。就又好好彩地識咗 DJ Tommy 同埋 DJ Garris 啦，咁就簽咗俾 DJ Tommy， 就順理成章，當然就係同 DJ Garris 一齊去做音樂啦。咁所以就有 Garris 開始嘅農夫啦，即係 Garris 時期嘅農夫就係都係我哋兩個啦，跟住有 Gigi 啦，跟住有 DJ Garris， 就係呢個係最大嘅轉變。其後點解會能夠同 DJ Garris 組隊咧？都好神奇嘅，因為我哋認識咗 DJ Tommy 啦，喺一個比賽度，佢就係嗰個 DJ 比賽評判嚟嘅。DJ Tommy 同埋 DJ Garris， 我哋想要個 DJ， 因為我哋
個 DJ 立筆就因為佢，哎呀，正我都唔記得咗佢因為咩，佢好似話好大壓力，定還是我唔知咧，定係佢飯台冇位咧 ？DJ Tommy 個老友 DJ Gas， 你不如同佢哋夾下咁樣，咁啊組成咗農夫，咁 DJ Gas 完全符合呢個條件。而我哋甚至係想要一種係深藏不露，即係喂睇你都唔似係搞呢啲音樂嘅，咁 Gas 完全做到嘅，個樣你一世都聯想唔到係同 DJ 有關，咁佢又真係一個好勁嘅 DJ 嚟，咁啊而佢亦都好有態度啦，佢淨係得態度，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好同 DJ Gas 合作啊咁。因為嗰陣時係仍然係一種非常家庭式嘅錄音方法，即係我哋會喺 DJ Tommy 屋企個廚房度錄音啦。廚房好似佢嗰陣時有啲講究嘅，喺冇講究嘅情況底下，我唔知點樣廚房啲聲又雜啲啊，即係集中啲，可以類似人哋喺廁所唱歌會好聽啲嗰啲咧。咁佢嗰陣時就要揀喺廚房錄音，咁其實主要都係外務位錄啫。咁同埋其實佢廚房同佢嘅廳係爭一步啫嘛。咁但係佢，但係即係你嗰個係一段好開心嘅日子嚟，因為我哋心目中 hip hop 就係咁噶啦，係咪？大家就係、是。咁樣錄先至夠草根噶嘛，咁樣咁全隻碟都會係咁樣製作嘅。但係如果呢個能夠再重新嚟一次，有啲咁樣嘅 project， 我諗都好特別。但係如果同 DJ Gas 錄音咧，要好小心嘅係，你要有起碼要有兩個廁所咯，嗰個地方，因為佢去一個廁所。佢明明已經係好急先去，點解係好急先去？因為佢係呢個真係好黑人憎嘅。佢原來有一個癖好係要等到最急嗰、那個嗰啲嘢，佢話要去到就嚟出嚟少少，佢先至肯去，佢咁先至最爽。咁佢次次就會釀成一個情況，就係我哋已經喺廁所，點知佢無端端。突然間，我唔得，我真係唔得，我真係唔得，係咁樣撞門破門。原來佢，所以佢如果佢真係要再錄音咧，我諗佢個地方有兩個洗手間至少，有四五六 wing 呢首歌，首先咧一定要講嘅係，原本冇諗過有呢首歌，因為當時我係唔知點解阿思君咧就做咗首歌叫 A B 思君。先嘅，我已經錄咗噶啦。佢話：啊，原來就做咗首歌叫《A B C 君》，就淨係講自己嘅。我話搞錯啊，農夫咁一齊一路做緊啲歌一齊，你無端整首歌講自己嘅咁，咁唔係嘛？咁即係如果有將來有隻專輯，大家一人一隻 solo 都好啊。佢話：係咁都好啦。咁你係《A B C 君》，咁我係，咁我就四五六 wing 啦。阿陆永想做一隻歌讲自己，阿思君又想讲一做一隻歌讲自己。咁嗰阵时，阿陆永就有一隻歌叫四五六 wing， 阿思君有一隻歌叫 A B C 君。咁两隻都系我做嘅。你话四五六 wing 个构造个 idea 系点样得翻嚟嘅？其实系当年农夫真系好惨嘅，咁又系咯，即系佢哋系连食饭啊。可能兩個人吃一碗面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咩啫？即係窮啫嘛。阿陸偉咧就想講翻佢真實為咗玩 hip hop 個狀況啦，即係我點樣去堅持啊？我 rap 到心重，我 rap 到乜都冇做，我 rap 到我户口跌到雙位數，我堅持，我堅持，我 rap 到我阿媽都叻到識 rap 我，佢話堅持堅持，幾多錢一茶匙啊？你得咁大個仔咧，有乜位？窮到日日搭地鐵偷雞用特惠，但我堅持，我堅持。四五六 wing 之後，可能個反應比較好啦，咁跟住順利成章啦，我哋。就開始度另外一隻大碟啦。
咁嗰只大鸟就叫风生水起啦。咁当然啦，呢一个真系令到农夫风生水起嘅一只碟啦。我觉得系真系真正第二个转捩点啦。去到做风生水起嘅时候咧，嗰一只碟咧，唔知点解 Garrus 喺边度识咗啲乜嘢人，沟咗条咩女定系点？佢突然间嗰个音乐知识咧突飞猛进嘅。咁但係佢都真係進步咗好多，於是乎佢又會揾啲識彈琴嘅人嚟彈嗰隻歌啦，即係唔會再係佢自己彈啦，就揾啲人嚟彈琴啊，揾啲人嚟彈吉他啊咁。嗰陣時我已經係不斷係咁做 beat 啦，咁我即係我都唔係得一兩個嘅做，即係唔係話佢哋即做即做嘅，嗰陣時都自己係咁不斷做當練習咁樣，咁樣又俾咗啲我練習嘅 beat 佢。啊，咁跟住佢哋就揀咗風山水起呢個 beat 啦。跟住後來就識咗麥玲玲，識咗玲玲姐。咁我哋又唔知點解咁大膽，同佢講話不如一齊唱首歌啦。咁但係玲玲就係乜都肯試嗰啲人，而當然我覺得佢梗係睇你條命，睇到你兩條會紅啦、啊。看到呢隻歌會紅啦、啊，雖然佢而家都唔承認，咁但係咧我估啫，咁於是乎佢係肯同我哋唱，咁結果呢隻歌真係就得到好大嘅迴響咁樣。有三衰六旺，我仲要衰到幾歲？究竟點解佢出世歌時含住金鎖匙又點解我成間屋仲細過佢座次又點？解我次次买六合彩时中一个字，系咪有出事出世害事？点解佢系我博士揸波子？我好多 cos， 佢好多女士，同人同命同姐唔同病。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命二运三风水四舍五入犯太岁，六六无穷都仲咁衰。唔知有冇啲人发现我哋啱啱开始做风生水起，啱啱派台嘅时候。有啲即係一路夾 band 玩開嗰啲朋友話啊，你份詞都幾有心思喎。其實我哋係用咧十個數目字去貫穿咗成個歌詞嘅，即係十就係點嘅，九係點嘅，八係點嘅，一路咁樣數落去。咁呢個係即係喺以前即係好多打油詩嗰啲年代咧，即係好興用嘅一個方法嚟。咁我哋又幾開心可以將呢個方法用得翻喺一首歌入面，咁呢個係可能即係啲人又即係大家就係捉到呢、這個，即係又玲玲姐啦，又覺得即係入面有啲嘢得意啦，咁就會中意咗呢首歌。再兜個圈，再轉個彎，天天有難度，再經過起跌高到低，先知粒粒亦都再兜個圈，再轉個彎，幾千。结婚戒指变出世子，先知粒粒亦是第一次擘大眼。其实写粒粒皆辛苦咧，嗰阵时就系纯粹扮嘢嘅啫。咁廿零岁，你对人生有几大嘅启发啫？即系一路写嗰只歌，写到讲紧死噶咯，最尾系即系讲紧人生行到大半截咁样噶咯。咁嗰阵时系即系纯粹系。扮有感想嘅啫，其實即當然都有啲嘅，但係假扮嘅元素係比較大咯。嗰、那個係扮自己成熟咁咯，即係粒粒皆辛苦。但係又即係慶幸當時扮又扮得幾足嘅，即係到而家都有入面有某啲諗法咧。其實到而家都覺得係咁嘅，即係又唔係扮大人扮得曬嘅。咁跟住去到寫《偉大航道》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咧，嗰一年啊，好似嗰一兩年咧，係特別多人鬧啲僆仔嘅，即係特別多人係講啲，譬如八九十後啊、二千後啊，即係講佢哋係，喂你完全一代不如一代啊，你哋係廢嘅咩咁？咁我就嗰陣時即係對呢一種咁樣嘅講法係有啲嬲啊，即係係咯，即係。點解要咁做呢？咁我咪不如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同下一輩講嘢，咁你係我覺得嚇、應該要好似《偉大航道》嗰隻歌入面咁講，好俾你嘅童年淨係充滿考試同測驗，望下個天
咁好天去下海邊，因為到你大個就會忘記乜嘢係大自然。希望係大家聽咗又釋懷又好，點都好咁。我覺得比較易入耳啦，嗰啲嘢，即係其實講嗰啲嘢係你阿媽都會同你講啊。唔好笑你同學仔，因為佢將來可能係同你做一世嘅兄弟啊。順便一提，千祈唔好食煙。點解？因為你想像唔到佢有幾難戒。我寫俾你呢隻歌。上班，寧願你撕碎搭帳單，寧願你用這雙手拆卸這道難關。第一個演唱會就係正式啲嘅，屬於農夫自己演唱會，係喺壽神劇場嗰度做嘅，嗰個叫舊舊農夫演唱會。咁由我記得個 poster 上喺度。我覺得好慘啊！係啊，即係搶完支麥啊，我一定會支麥啊，咁樣嘅嗰、那個 show 嚟嘅觀眾都唔係好多，不過一定比我哋以往喺地底咧做嗰啲 show 多啲人啦、啊，咁認識到唔同觀眾層面啦。我哋係咪即係已經係音樂界啦咁樣？愛只是一間屋，一張卡，一齊擔一把遮，陽光空氣一架車。愛只是一個人，一直滾，一直等我一個人，一世一齊瞓。Biology make me cry, chemistry make me cry, 中西史都 make me cry。之後就是舉高隻手演嘢會，而我想我哋嗰陣時真係好急於演嘢嘅，都有好多歌舞喺嗰度。即係到我哋而家就諗翻，其實邊鬼個想睇你跳舞啫？你又一定唔會跳得叻噶啦！即係好想好盡快話俾人知咧，即係我哋除咗 rap 仲識咩？所以我好似玩雜技咁啊，乜都做曬咁。咁跟住我哋又試過做譬如做紅館咁。我哋當時真係諗紅館咁啊，梗係要紅館啲啦。所以當時我哋個演唱會，我記得我哋個出場係喺個天度掉落嚟嘅，掉落嚟著住套太空人衫咁樣，幾有型啊！鬼怪，邊個諗嘅咧？睇曬。搞到開場前，我喺上面喺半空吊咗半個鐘，好痛。所以之後醒目啦，我哋再唔會搞嗰啲喺個天度吊落嚟嗰啲。我哋即係都幾急咧，好想人哋知道我哋仲有咩其他方面嘅才能嘅。咁所以思君嗰陣時咧就出咗本書咧，我咧就去做咗一個 talk show。在新光那裡做的，我現在想起都真的很佩服自己當年那一種信心、啊、那我們慢慢就會開始去到譬如等錢洗的 show， 有什麼是全香港歌手都一定不做的我就做，一定不會有歌手走嚟上台嗰度化妝迎賓嘅啦，早一個鐘你入場，我就已經坐喺度啦。冇人會咁做啊！佢哋一定要即係大部分嘅歌手都會執靚靚咩咁。咁我哋知道自己執極都唔會靚啊嘛。咁咪乾脆喺個台上邊同大家做下迎賓啊！即係一開頭已經同你傾下偈啊咁。咁我哋又諗有咩即係歌手係一定完 show 人哋係好有型咁爆煙花棒咁啊走。咁我哋又知道自己一定唔会有型㗎喇，咁又諗下即係歌手都应该唔会完咗 show 仲留喺度嘅，咁我哋就留到最尾，就喺个场嗰度就同你做一个送客囉，又有迎宾又有送客，咁每一个人我哋即係六场啊，即係握咗唔知可能有8000隻手，即係每一个人都同你握一次手，同你讲一声多谢。如果你講翻嗰啲評論咧，其實最開頭我哋都其實幾在意
如果即係話我哋嘅 rap 冇技術啊、數白欖啊等等咁樣，因為我哋個根，我哋個根係我哋真係鑽研呢啲 rap 嘅技術，我哋真係逐隻逐隻咁啊，有啲口頭禪去論啊。我哋將佢每一個音節嘅擺位啊，我哋都度曬嘅。我哋係技術派嚟啊嘛，我哋最應該係有技術話人冇技術嗰啲嚟噶嘛。咁點解我哋會做咗一做到俾啲原來都唔識嘅人，你都直情你都唔識咩係技術嘅話，我哋原來冇技術係唔識 rap 嘅，所以喺好早期，因為我哋。仲有那種年青那種青少年那種鬥爭的心的時候，其實我們介意的，即是做什麼說我們沒技術啊，你不明白啊，那數白欖在我心目中是 rap 的最基本的四拍四，很單調的那種 flow， 那些叫數白欖，亦都可能是廣東話很早期某一個名詞，所以啲人就啊呢啲叫數白欖咯，咁其實唔係一個貶義詞咧，我覺得首先，咁但係我以 DJ 角度嘅就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基本嘅叫 baby scratch 最基本嘅四拍四 rap， 咁但係農夫唔係四拍四噶，你睇下最早期嘅作品完全唔係四拍四嘅，即係你幾多押韻嗰啲其實係一個可以好度到，但係你 rap 嘅其實個 flow 嘅快慢咧，全部係完全唔渣噶。唔該你聽下。佢哋話冇人會中意我，如果我太過 hard sell 自己，我就係想多啲人嚟講我。教堂啲 father 話佢當正 father 係我親生 father， 千人咪將佢涉足，但係我嘅親生 father 就係每晚趴喺我度攞我嚟演，好自然想點就點，有好多人黐埋身邊，追求邊個異性都幾好反應，好識榮應承隨手可得嘅感情，若有所失嘅心情。即每個 MC rapper 所寫嘅嘢，所表達嘅嘢都各自不同嘅，唔係一種單一去粉洗就做批判社會鬧粗口咁樣，唔係咁嘅。唔該話佢哋數白欖嗰啲人自己進修一下先啦，唔好製造笑話俾自己啊嘛。但我哋自己知道嘅，我哋確實同大家印象中一般聽到嘅所謂 rap 咧幾大唔同，而我哋亦都明白多樣嘢，就係我哋知道大家所謂聽開嘅 rap。是聽得不夠多嘛，即是他們說我們都不同那些都不是正宗 rap 的時候，我其實知道你都不知道什麼是正宗 rap， 那慢慢我們開始不在意加或者選擇性在意，即是一些很有建設性或者真的一些 rap 方面好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哋在意他們的意見。慢慢地，我哋唔好諗啦，唔好特登整爛呢首歌啦。你話我覺得唔夠技術，我就要整爛唔好啦，寫翻自己想寫嘅。咁我覺得他哋玩嘅 hip hop 係真係地道香港式嘅 hip hop 嚟嘅，因為如果下你話玩 hip hop 要跟到同美國一樣嘅話，咁其實你係冇自己特色噶嘛？你根本上你又唔係美國人，你點去玩到美國嗰種 hip hop 咧？即係我覺得，如果 hip hop 其實唔係一定指定你係要跟到美國嗰種節奏，就等於代表你 hip hop。hip hop 其實我覺得係你喺嗰個地方嗰個生活嘅態度啊，即係你嘅經歷啊。就是你的 hip hop， 即我覺得是因為不是說你欣賞美國的 hip hop， 我就要去隨著他的方向學曬他那一套嘢。我是想做翻香港有特色的嘢，所以譬如我做的 sampling 的嘢咧，我可能我會找翻啲香港有代表性的歌的 sample。其實如果你話總結嚟講，而家都18年啦，咁我覺得。在香港用 hip hop 可以玩到咁耐嘅，其實即係組合嚟講咧，由 underground 至到喺地面嘅，都未必可以捱到咁耐。所以我覺得佢哋係一對
難得的組合，即是在我心目中除了軟硬之外，即是我不會說當軟硬是很 hip hop 的、okay? 只不過我覺得軟硬是我第一隊覺得、叫做是我喜歡的組合，是咯，如果你說他們是我第一隊喜歡的組合的話，農夫是我第二隊喜歡的組合，是咯，即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會被人個信息係帶到一啲希望啊，唔會話下下都灰灰沉沉啊。因為你通常好多我聽到嘅香港嘅 hip hop， 地面又好，地下又好，佢哋都係比較冷，係灰沉啊，唔係加粗口啊，就講一啲唔係現實嘅嘢啊。咁其實我覺得hip hop 其實真的要講翻啲現實嘅嘢喎，即係你唔係美國人嗰種生活，你就講都係嗰句，你就講唔到佢嗰啲嘢，你夾硬去將佢譯翻廣東話去寫翻嗰樣嘢，根本上就冇嗰種感覺咯。即係我只可以講，農夫嘅音樂係會帶到俾所有人一種歸屬感咯。其實而家諗翻咧，我哋係非常即係其實好好彩啊！農夫真係好好彩，因為我哋一開頭咧，其實係得九個 fans， 真係有九個人係歌迷嚟嘅喎，真係你無論去邊度唱，你走去維園唱又好，邊度個場有幾細，佢哋都會嚟嘅喎。而其實我而家諗翻係好享受啊嗰段日子，因為得九個人。你一定認得佢噶啦，你一定認識佢，佢又次次都嚟嘅。咁我哋咧，而你人少少啊嘛，你咪完咗 show 咪會一齊去食飯啦，有時又一齊去飲嘢啦咁。咁咧就識識下咧，係變咗朋友嚟嘅，而直頭到而家係變咗好朋友添，即係不可或缺嘅朋友嚟嘅，即係其中有幾位咁。咁係。甚至乎會一起去旅行啊，咁樣乜都好多事都，總之係真係好朋友啦咁。而嗰陣時最正係咩呢？係佢哋係完全知道你哋係揾唔到食噶啦，完全知道你哋係冇錢噶啦。佢哋係會俾錢你嘅，即係唔係話買你嘅碟啊咩？真係喎、哦，即係譬如食飯咁啊，佢又佢埋單去唱 K 咁啊，佢又請咁樣。咁啊，好開心咯！即係到當然到而家有好多時候就我哋請翻佢哋啦咁，但係就建立咗一個好好嘅友情咯，同嗰即係我哋叫做初代嘅歌迷嚇，好朋友到我有啲朋友啊，即係另外有即係本身有啲朋友係去溝咗佢添，即係同咗佢做咗情侶添。然之後分咗手喎，我都唔知點樣面對一個就係我嘅初代嘅歌迷，一個就係我嘅朋友，咁點面對咧？兩個人啫，即係有甚至乎有啲咁樣嘅關係添啊，熟絡到去到呢個地步咯。我都唔知嗰時冇人叫我鎮城嘅，都係叫英文名嘅。跟住之後佢哋第一眼見到我，應該第一眼見面就話：，鎮城咁樣應該就係似啊無線嘅當家小生老鎮城個樣似係啦，所以就。一嚟又改咗个名字鎮城，跟住到而家啦，就所有 friend 都叫我鎮城。我以为我真名真系叫鎮城嘅，我想去入境事务处改名噶啦，我老豆唔俾啊，系。你都点做啊？我因为识到农夫而识到呢班朋友，基本上系叫家人，我系觉得系喺我人生入边系。最開心，即係識咗十幾年，我係真係真心當係屋企人嘅，咁同埋我可以有一個阿哥，即係師君係我阿哥，係好開心嘅。即係雖然我自己是一個親生阿哥，但係我係對佢係好過對我自己阿哥。我最喜歡是舉高隻手演夜會。因為那次應該是我記憶中他們第一次做即是 很大型的演唱會，跟著有很多人去看，跟著因為我們經常都很怕農夫會沒人喜歡的，然後我們那個 show 的時候我們就看到有很多人
好即係好好熱情啦，好多 fans 啦，咁我就覺得好感動，即係佢哋真係紅咗啦。有一次我哋食早餐嘅時候，盧永權就俾咗$20我，佢就話我請你食早餐啦咁。咁我話喂$20喺翠華食唔到早餐喎。咁佢話咁食住半個先啦，咁等我紅咗我再請你食大餐啦咁。咁而家龍虎18歲啦，咁又真係紅咗咯，咁就係時候請食飯啦。咁除咗呢樣之外，就係我希望農夫永遠都唔會拆火啦。當年咧，我同我老婆講咧，我話啊，通常呢一啲紅嘅組合啊或者 band 咧，去到某一個時間咧就會分開嘅。咁我同我老婆講，我話佢哋可能如果第日紅咗咧，可能好快就分開。點不知呢我跟我老婆分開呢他兩個都未分開。我希望他們繼續不止18年之後36年一路上繼續去發光發亮，用他們自己本身的能力他們的天賦繼續為我們廣大市民給一些娛樂我們。陸永就是因為他是極度之緩慢，所有的反應，所有的 WhatsApp， 你是可能你今年 send 俾佢，咪下屆奧運你會收到他的回覆咯。可能是咁啦。你叫講一些很大的決定的嘢，係完全不會得到任何回應啦。咁即係一個執行力很低的人，而很好彩咧。就是他的這麼低的執行力呢，就逼到我要執行得很快，就所以呢，而這個又真是一粒一突的，真是令到我們可以發展出一個我們認為最舒服的模式，一個樵夫和一個木匠的這樣的關係。很多時候譬如做歌啊、做 show 啊、什麼都好，我就會先斬一塊木出來，我就知道呢嚿木嘅原材料係靚嘢嚟嘅，有機會係變成好嘢，咁就交俾佢。因為佢執行力低啊嘛，所以我必須要斬咗嚿木先，咁就交俾佢啦。然之後咧，佢就係一個好好嘅木匠嚟，就係因為佢個人咁慢咧，所以佢先至會做到啲好精細、好好嘅嘢。佢就係用嗰一嚿原材料就雕到一隻好靚嘅木雕出嚟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而家慢慢發展落去遇到覺得最舒服嘅一個合作模式啦。所以你成日見到啲歌咧，第一段歌詞都係我唱嘅，你叫佢諗咧唔會有新歌嘅，所以你見到就全部都係就係咁咯，即係我可能開咗個頭諗好曬，咁佢就雕琢埋剩低嗰啲嘢。咁就算show 都係咁嘅，即係有時候我會掉一個大嘅 idea 出嚟，咁咪中間嘅細節咪等佢諗咯。嗱，農夫嘅嗰種哲學係詩君有詩君自己嘅哲學，如果佢自己寫歌，佢就有一套佢嘅諗法；如果我自己寫歌，我都覺得我好明顯有一套我自己嘅諗法。但係當農夫一齊嘅時候咧，就一定是一個農夫的哲學，即是同時是我會捨棄了自己一些看法，他也都會捨棄了一些看法。要很科學化地說，就是他跟我合作的時候，他會捨棄了一些偏激，我跟他合作的時候，我就會捨棄了一些理性，最後融合嗰個就係農夫嘅哲學，但呢個唔使將就嘅，呢個係農夫一夾埋咧，農夫就自然會係咁。咁呢個亦都係農夫一直以嚟，如果兩個人一齊寫歌嘅時候，農夫嘅堅持嚟嘅。農夫開始多人認識嘅時候，開始覺得又能夠喺音樂度維生啦嘅時候咧。我想我們的創作是越來越困難的，
尤其是對我們即做這種 hip hop 音樂的時候，因為當時我們即是源於草根，很多想法都是來自即是你對世界不公平啊，這個對我不好啊，我很辛苦啊，這些等等的事。所以當你個人一舒服起上來呢，就會影響了我們的創作。所以農夫在創作中的整個途中呢，很多瓶頸位，一路都很多瓶頸位。我亦都真係唔記得有幾多次啦，即係去到嚴重嘅時候 ，DJ Tommy 就會走出嚟同我哋兩個講一段嘢，講完我哋又好重新上路，係試過都好幾次咁樣嘅事。咁當佢哋有啲諗唔通嘅嘢，我就會總括翻去以往。做過嘢，做到依家點咧？點解呢一刻會有啲咁唔平衡嘅諗法咧？咁我就會出動啦，咁就會同佢解釋一下，其實係呢啲嘢唔好諗，呢啲嘢唔好諗，諗翻你最純粹嘅嘢，好簡單嘅嘢。因為其實佢兩個係好聰明同埋好有自己諗法啦，但係佢哋嘅諗法係亦都好接受人嘅意見。亦都忠於到自己的方向，其實不難解決的，因為他們很有智慧。我記得很久之前有一個行內人說，他們農夫只有小聰明而已，未有大智慧。但是其實當初我接觸他們，我覺得已經很有智慧，大不大智慧不知道，但是已經很有智慧，比一般行內同期的人已經很有智慧。即係我哋其實三個都好唔同性格，但係能夠合作到咁耐又咁暢順，好多嘢都大家傾到通到，因為根本就係同一類人，所以最終嗰個終點位咧，大家係一致嘅。我諗好多人喺唔同年齡層嘅時候，如果聽翻農夫歌，都有唔同嘅感受嘅。咁而家我都會聽到有啲朋友，以前都唔知道你講乜呢首歌，我而家唔知道你講乜喎咁。咁但係又唔能夠講到自己好高深㗎，梗係啦。你五年後先明嘅，咁唔係咁嘅。我亦都覺得係咁啱，有時係一個時機，係人哋開始相信你或者肯聽你講嘅説話嘅時候，你做咩都容易一啲嘅。所以現在他認識到現在的農夫，他聽回他多了一份耐心去理解，那他就明白咯。如果你從來不肯理解，或者你從來不喜歡我，我想我現在給你聽回我任何作品，你都不行的。上次開完等錢洗演唱會，確實是真的幫我們找回很多即失落了的現場演唱的感覺。我們一直都不是沒有做 live show 的，但我們有做 talk show， 我們做司儀，但就是演唱會就是一種不同。我們那一次在等錢洗演唱會就感受到一種久違了的味道。邊個 call 工作多借口更多，邊個已經沒點踢波，邊個要出街先要問個老婆，你 IG 有乜轉變，邊個 call 工作多借口更多，邊個已經沒點踢波，邊個要出街先要問個老婆，出街先要問個老婆，縮咗定呢度我都吞後咗係，再嚟。要知你喺邊，要睇你 IG 有乜轉變。邊個 call 工作多借口更多，邊個已經沒點踢波，邊個要出街先要問個老婆。細嗰陣係。如果呢句，呢句擺明咯，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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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着皮鞋未除呔就嗌跟队唔该，细细个系冇除呔就嗌跟队唔该。等阿君又嗌多一个，好啊。難得咁人齊呢首歌嘅另外一個底韻咧，就係我哋希望啊，即係其實一個希望嚟，希望我哋呢個 show 即係十八年演唱會呢個 show 係可以好好好賣啦，即係其實係可以大家都喺曬度嘅，即係無論係以前一開始聽我哋或者新嘅或者從來冇聽過咁樣。即係總之希望大家都喺度，咁我呢首歌喺當晚唱就好有意思咯。即係咁多人肯嚟睇你，係真係好難得噶嘛。即係真係好難得咁人齊十八年啊，咁嘅一個底韻啊，真係所以希望大家一齊嚟咯，一齊難得咁人齊啦咁。咁適逢今年。十八年啦，但我哋從來唔係我哋生日咧就要大肆慶祝嗰啲嚟嘅，我哋自己生日都唔係好理會，只不過係我係覺得農夫十八年，即係我唔係好想幫自己慶祝，我亦都唔係好想同師君慶祝，我係覺得我哋要為農夫呢樣嘢。搞個生日，即係一個見證又好，乜都好。咁而農夫依樣嘢唔係淨係我師君啊嘛，農夫係一樣嘢啊，就係依件事啊嘛。所以我哋覺得係咪有必要？又上年玩得咁開心，又咁多人話睇唔到，又係咪有必要再做多個演唱會呢？是用話你聽，我哋十八年的一個演唱會，你一定要嚟啊！難得咁人齊，好姊妹仲有兄弟，今晚一於登台，祝我歸位，若果都齊，嚟一起比。